所有啊，我们中国的女足，她们基本上都是体工队，她现在啊还在体工队啊，她们都有一份收入的，她们都是有编制的，比如什么什么体工大队的一个队员，只是她还是俱乐部的，懂吗？就像解放军什么宋祖英啊类似，她是总海政购团成员，总政购的，她还能去外面他妈商演走穴，你懂吗？但是他们的所有的关系、发工资、所有的保障，她一个月踢得再臭、再上不了场都一样，你的级别到哪，一个月300、500、1000、5000都有了啊，这是一份收入。完了以后，在打俱乐部联赛，那么这里面哎，俱乐部再给他一些钱，有主力，有替补，那么有国家队，国家队这些就更多了，对吧？啊，你还是国家队，俱乐部给你的更多，有主力，完了国家队，你再以后再有奖金，全世界他随随便便排进前三名。你们这帮孙子，中共的脑残们，千万不要再说我们的女足，哎呀，怎么怎么苦，怎么怎么，他们再苦再那个，比你强100倍，比世界上这些西班牙、英国、德国什么这些好得多，对吧？比你赢的韩国、日本好得多，他拿的钱。